今天啊，准备把小豆豆放了啊，关了两三天了啊。他那天不是把我手咬了一下嘛，但是没咬破皮。那天我是准备把它关起来，那天晚上，因为感觉把它放出来好久了，一直没关过，他们都有点飘了，他们。然后今天把它放了哈，两三天也差不多了。你自由了，终于。喂，你不要慌。咦，去浪起来哟，跑了几个都。哦，还有啊，我们昨天不是昨天，前两天我抓了一个猫回来。家里面农村家庭真的没有个猫还是不行，那老鼠屎太多了，还有老鼠它每天晚上都来偷吃狗粮。还有那个老鼠它在打地洞，把那个墙里面的土啊都全部都刨出来了。这个老鼠真的是可恨，还有那些，全部都是老鼠刨出来的，还有这狗笼，狗笼底下都有老鼠屎，多得很。所以说我们决定又要养个猫，没个猫还是不行。这个猫是在我同学他们家里面抓的，他们不是穿小猫了吗？然后他问我们要不要，然后我们就。捉了一个，咪咪，这个猫跟我们之前养的那个小布丁差不多，也是一个狸花猫。我们之前的小布丁抓老鼠特别厉害。你长大要抓老鼠啊，知道不？它这个猫我捉回来三天了，这是第三天。刚开始两天我把它关起来的，今天我就把它放了，它就不会乱跑了。它在熟悉我们这个新家这个场地。他肚子有点咕咕的叫，我也摸他。他高兴可能。本能反应。喵喵喵！这是给他弄的新家。他在找他的盆盆。他啥盆盆？你看在找你。哦，他要拉屎哦。你敢买猫砂拿人倒啊？快嘞！咱是用灰代替哈。来拍劲儿嘞。哦。来，我们在线。我们在线围观猫猫拉屎。他在找。他在窝。是啊，我说刚才他在找盆盆，没找到。哦，是。我把他端在外头嘞，他在那儿找。在线围观猫儿拉屎。上厕所嘛，那听起来好粗鲁。你都晓得他在找啊？你看人家在那到处看找。哦，他已经在那儿窝习惯了，找你给他拿出来，他不放，他不习惯。我给他拿出来的，你当时我给他扫啊，打扫的时候。他记忆力还挺好的，哈。嗯。那猫砂倒嘞，给他换成猫砂。哎呦，他在改嘞。而且还给他换个大盆。等人家长大，连个小盆都放不下人家嘞。你看，厕所上面他泳池是玩起来。咦，你看这东西敢吃吗？他没有在这做表情，啥表情？想吃的没，很想吃都在那儿搜到。快点，大家一起吃，不要抢。嗯。豆豆，那是我们家的新猫猫喽。咦，嘿嘿嘿，这是我们家的猫猫。豆豆不喜欢它，我感觉。豆豆它不喜欢猫猫。小白，来，这是我们的猫猫，小白。它爬。肉干儿，我跟猫儿也搞两口了。嗯。
那我们还是很公平，给你补一包。来，给他挤到地上转。因为到碗里面要绕他墙。对头，豆豆抢得太凶了。还是挺公平的哈。